自分の希望でね、はい、台湾に埋葬さ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はい、それは陳水扁総統のおかげで、はい、できたんだと私は思ってます。はい、他说他的祖父能够在兴院在台湾这个埋葬在台湾都是陈水扁总统的功劳，他说他是这么想的，真是感谢总统，这个是应该要还清陈水扁总统的清白才对。我们都不认为陈总统是有贪污的，我们认为哈这个其中有一种政治的迫害，我希望哈我们总统能够对这件事情哈向我们台湾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解释，都能够表明他的清白。所以明史先生你知道吗？明史先生知道，但是他深信陈总统不是那个种贪污的总统。他一直都对陈总统很尊敬，而且他很担心总统的健康，因为政治的迫害六年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我希望每一个台湾人都能了解，都能够给我们陈总统一个清白，一个公平的待遇。